到底生活中哪些状况发生时让你感到很尴尬呢？鞋子的时候却被店员发现袜子破洞，而且脚很臭，真的是很尴尬呢。啊，请先等一下，谢谢。十二毛，谢谢。很多人的电梯里面不小心放了一个水屁，好尴尬。哎，这个三八，哎，你怎么八卦都知道，很厉害吧？我再跟你讲一个还好，那你不能说出去啊。好了好了，快点看，我是小弟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不要看糖果这样漂漂亮亮的啊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严重的是假的。我上次陪他去买衣服，然后他要试穿一下，就把手一伸起来，哇塞，超重。我跟你讲。想到怎样怎样？哎，你知道那个裤子吗？就我刚才一起来给他讲话。哦，他手一举起来，刚好在我正面。我的妈！我想要买一瓶香水给他。你好坏哦！你在说我吗？说朋友坏话的时候，好死不死被朋友听到了，哇，尴尬哦。嗨，阿万。哎，那时间差不多，我看你吃个饭，然后今天再去看个电影，就是。好啊，你说什么都好。在喜欢的人面前没发现自己有头皮屑，哎呦，好糗啊！我家这边没人，走，先准备。好，你快点哦。起快一点啦！好了，等一下。洗澡洗那么久不该出来，超尴尬的吧？状况一，到朋友家时，对方家长刚好回家，与对方家长干瞪眼，好尴尬呀。
以上五种情境到底哪种状况令你感到尴尬？在看百名路人大调查的时候，咱们先来看看美眉们觉得哪种状况令人感到尴尬。哦，来哦，都还蛮尴尬的，我觉得这些最尴尬对我来讲。C 啦 ，C 这种讲他坏话还被人家听到，这种真的男生的话，这种不用做朋友了。C 的有没有 ？C 没有，有了鬼鬼，有鬼鬼。大家老是 C， 你有这样的例子吗？我们有一次就是那个来宾来，然后我们坐电梯从就是四楼要到二楼去，然后结果一开门就是那个来宾，就是讲的时候一开门就看到他，而且我们的电梯讲他不好了吗？讲他很不好，我记得。那有听到吗？因为重点是因为我们女生讲话声音都很大声，尤其你声音很好认。超甜的，这是重点。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到二楼，就其实都有听到四楼的声音，就好死不死，我觉得他应该在心中记上一笔。哇，确实。讲人家坏话，要小心一点。像你这种声音这么特别，别人远一听就知道是你啊。哎，我干嘛选你？那大牙嘞？可是有一种也很恐怖，有一种不是很多人，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一起搭电梯，就是然后就是可能你们两个先走了，然后我要继续往上，但中间有人按电梯进来的时候，他闻到很臭味啊，但不是你留下来，是别人留，但整个电梯只有你一个人，然后你跟他对看这样，那真尴尬，真的，而且心里一定觉得就是你，对，真的很尴尬。如果是都是朋友认识的话还好，但是就怕比如说要到七楼三楼就停。然后有人外人进来，这时候里面很浓啦，一进来叫人家一招呢，被我放了。一进来说你干嘛、啊？那么放屁啊？抢先说你的肚子痛，你可以上厕所啊，那没功德心。这一招好吧，原来老大你用这一招啊！哎，看来电梯里面如果很臭，八九不离十，应该凶手都是你。对，有这种经验过吗？有啊。很久以前，就是第一次去那个男朋友家，国中，很紧张啊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然后就他妈妈就突然回家，然后就三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，哈，没有干嘛吗？没有啊，三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哦，然后妈妈就突然问说，哎，那你家里是做什么的、啊？然后就开始问很多问题，说，哎，那你们两个是同学吗？同班的吗？然后就开始问很多很多问题。会是这样啊，很尴尬。这么小气人家家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什么观念？我跟范妈妈有真的尴尬过。我家那时候在修嘛，然后范范姐姐刚好去上海拍戏，就拍那个之前那个初六族，还蛮久以前。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住你家？就是我家在修嘛，我说借住一宿，也不是一宿了，好几宿。但他妈妈却还在那个房间，他说 ，Blackie 啊，去四个月啊 ，Blackie 啊，来客厅，他叫我到坐到客厅。我说什么事吗？范妈妈觉得你心里需要平静，来这给你。他把圣经给我，范妈妈念到逗点，你接着念，你念完我来念。然后那耶和华的什么圣灵啊逗点，然后他换他念，我每天都要这样子跟他对念圣经。为什么？你要带我信主啊。